狐狸猫和小树蛙去逛卖场，两人前往结账时，小树蛙观察到有趣的现象，每一个收银台刚好排满五人。这时候，其中一个收银台的排队人潮被广播的限时特价活动吸引，走掉三个人，立刻就有其他收银台排队的人补上，让每个收银台的排队人数又一样了。狐狸猫回应说，这和他们学过的化学平衡很像，化学反应不会一直保持不变，只要环境条件改变，就可能破坏平衡。当平衡被破坏时，化学反应会开始尝试恢复到平衡状态，就像是排队人潮突然减少，后面的人会移动到人少的地方补齐，使其达到人数均衡的状态。同样道理，化学平衡被破坏后，会朝着减少外来因素影响的方向进行反应，直到达成新的平衡。小树蛙点点头说，没错，所以想要影响化学平衡，可以透过改变环境条件，像是浓度或温度，来使一边的反应速率快于另一边。这就好比将化学反应用两个相连的水箱来说明，把水箱的一边当作反应物，另一边是生成物。当增加反应物的水量，导致平衡改变，水会从高水位的水箱往低水位的水箱流，使得反应物水箱的水往降低水量的方向调整，直到达成新的平衡。狐狸猫说，对耶，我知道浓度会影响化学平衡，所以温度也会哦。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小树蛙说，回去后一起看个有趣的化学现象就知道了。小树蛙说，这次我们观察的是红棕色的二氧化氮气体与无色的四氧化二氮气体之间的可逆反应。狐狸猫好奇地问，又怎么观察它们的变化？气体会到处乱飘耶。小树蛙说，首先在一般的室温及压力下，我们将二氧化氮放在一个固定体积的密闭容器中，反应初期因为二氧化氮浓度较大，正反应速率较快，生成四氧化二氮并放出热量，经过一段时间，因四氧化二氮浓度增加，使逆反应速率变快，最后当两者反应速率相同，即达到化学平衡，瓶内气体颜色不再变化。接着，小树蛙将烧瓶放入热水中，一段时间后，瓶内的颜色逐渐变深。狐狸猫觉得很神奇，为什么瓶内的颜色变深了？小树蛙解释，这是因为当我们利用热水升高环境的温度，提高烧瓶内物质粒子的有效碰撞几率，使得正逆反应速率都加快，破坏了化学平衡。狐狸猫疑惑地问，可是正逆反应速率都有加快，怎么影响颜色变化？小树蛙进一步解释，虽然温度升高加快了正逆反应速率，但是烧瓶内的物质为了减少温度升高的影响，要转移增加的热，因此反应会趋向加快逆反应速率，使逆反应速率大于正反应速率，造成反应向左，使气体颜色变深。而等一段时间后，当正逆反应速率再次相等时，会达成新的平衡，此时二氧化氮会比放入热水前来得更多。接下来，小树蛙拿出另一个和上个实验相同内容物以及反应状态的烧瓶。小树蛙说，这次我们将烧瓶放入冰水中，你观察一下烧瓶内的变化。狐狸猫惊呼，这次颜色变浅了，这又是为什么？小树蛙说，这次我们利用冰水降低环境的温度，破坏化学平衡，因为温度下降，使得烧瓶内物质粒子有效碰撞几率也相对减少，正逆反应速率变慢，而烧瓶内的物质为了减少温度下降的影响，会发生什么事？狐狸猫点头说，我知道，想减少温度下降的影响，瓶内的物质就需要放热来提高温度，对吗？小树蛙笑着说，没错，正因为需要放热，所以反应趋向加快正反应速率，使正反应的速率大于逆反应速率，造成反应向右，有利于四氧化二氮的生成，让气体颜色变淡。同样，当正逆反应速率相等时，
就变成了四氧化二氮较多的新平衡。看完实验后，小树蛙想确认狐狸猫是否都明白温度如何影响化学平衡，于是出了一道题目。荧幕前的你也跟着狐狸猫一起回答吧。小树蛙开始解释，在 A 选项，为了减少温度上升的影响，反应会趋向加快吸热反应的速率，使正反应速率大于逆反应速率，有利于反应向右，所以溶液颜色会改变，偏向蓝色，也就是含水氯化亚钴的量会减少，而无水氯化亚钴会增加，因此 B 选项是对的。在 C 选项中，为了减少温度下降的影响，反应会趋向加快放热反应的速率，使逆反应速率大于正反应速率，因此反应向左。而在 D 选项，因温度下降后造成反应向左，因此无水氯化亚钴的量会减少，而含水氯化亚钴则会增加。听完小树蛙的分析与答案，狐狸猫都懂了。小树蛙又补充说，所以从温度升高或下降就可以知道反应平衡移动的方向，会趋向吸热还是放热反应。当温度升高时，反应物为了减少温度升高的影响，将增加的热转移，使得反应趋向吸热反应的方向进行。而当温度降低时，反应物为了减少温度降低的影响，会放热提高温度，则让反应趋向放热反应进行。最后，小树蛙提醒狐狸猫，一般而言，温度上升时，正逆反应速率都会增加，而温度降低，则是两者的反应速率都会变慢，并不会只有一个方向的反应速率改变，只是哪一方向速率变化幅度比较大，使得反应朝速率较快的方向移动。接下来，请荧幕前的你，一起和狐狸猫回答这个问题吧。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除了浓度会影响化学反应的平衡外，化学平衡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一般而言，温度上升时，正逆反应速率都会增加，而温度降低时，正逆反应速率都会变慢。而在温度升高时，平衡朝吸热反应方向移动，温度降低时，平衡朝放热反应方向移动。在我们生活中，有一种可重复使用的暖暖包，也是利用温度影响可逆反应的原理。同学们不妨回去查一查这种暖暖包的化学反应是什么，一起来增加温度影响化学平衡的印象吧。